想看哪？嗯，哦，先不看去。放下。你们两个在干什么？这才几点呀？要玩进屋里去玩，家里还有别人呢。这周末你陪我回家见见爸妈呗。我跟我妈说我转正了。周末嘛，这不就没两天了吗？这么突然啊？突然吗？咱们俩都这么长时间了，我也见过你爸了。现在工作也稳定了，房子也租了，也是时候让我爸妈见见我要把谁娶回家了呀。不是你说，那我现在还没稳定下来呢，我全是做的兼职。到时候你爸妈要是问我说，小雀啊，你是做什么的？我说完我再被嫌弃了。你都是要当老板的人了，他们还能嫌弃你啊？我爸妈虽然古板，但人还是挺好的。放心吧。小兔，你怎么了呀？买这么多药干嘛呀？是你不舒服吗？啊，没。我最近可能画图画多了吧，我这手总使不上劲儿。哎，可能是缺钙，我就买了点钙片、维生素什么的。你要是吃药，你还不如去运动呢，办张卡吧，我们。我倒是想运动啊。我最近都没踢球，我这腹肌都不明显了。是吗？我看看。想看哪？嗯。哦，先不看去。放下。你们两个在干什么？这才几点呀？要玩进屋里去玩，家里还有别人呢。不是，你进门你都不敲门的呀？我回自己家，我敲什么门呀？我有密码的呀。你现在把你密码改了，危险发言，安全。现在是我在和林拖住，不是你。我也可以把密码改了。哇，可怕哦！吓人吧？你敢？我现在就敢改，立马。你不是去找何云迪了吗？哎呦，你不要跟我提那个女人，那个女的有病。我跟你们讲，她说我要是敢反悔，她就去我爸妈家跟他们说我把她搞怀孕了。哪里学的这种损招数啊！安之炫，你管管你闺蜜吧，她太坏了，这个人。你们不是都要一起租房吗？那不差一起做生意。我是被逼的呀，我不是自愿的。赶鸭子上架嘛，都是缘分。什么缘分呀？我不想要这个缘分，这是孽缘，孽缘呐！哎，你们两个那个店铺找的怎么样了？我为什么要跟你说呢？我已经被逼成为股东了，我当然有权知道一下自己投资项目的情况呀。把你们那个商业计划书，还有投资回报比告诉我，至少给个方案出来吧。好嘞，陈老板，我现在就去拿。你在家里要注意一点。我在我家里注意什么？我还没死呢。我还是想去玲珑巷那边看看，就想在这附近找店了。行啊，合适了就定呗，都看这么多了。好，我跳不动了，再来五十个。还来？你自己要锻炼，你拉着我干嘛呀？一起强身健体嘛，为了更好的白头偕老。哎